哎，我的 mini 三 Pro 啊，视频的这个啊，遥控器到货了啊。那还有买了一个畅飞包，这是等最久的啊，这是畅飞包的部分啊。那一样联想要付，我新买了啊，那是2年的啊，安心飞啊，这个是怕我们新手有时候。就是难免嘛，第一次飞一定会撞到嘛，所以就一定要买这个畅飞包哈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，哇，全新未拆的哈，怎么拆？这边这个开箱的应该很多了啦，只是说我自己来做一个记录而已。对，把它撕开。哇，那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主机。还有一个外盒哈，这是全新的，检查一下。哦，那就不，哎，可是这个怎么没有？好看，那还有什么？哦，视频组，这个啊，带屏的啊，就是你在飞机的时候不用再连接手机啊，然后这是一个它的充电组，里面还有附一个配件哈，就是它的。螺旋翼啊，再加这个铝充头啊，这个铝充就跟我们现在一样，都是 Type C 的啊，所以你有家里有 Type C 的铝充啊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哈。好，那这个配件我就把它放在旁边。好，这个就是飞机组的部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拆畅飞包啊，一样这个有个这个把它撕开，应该蛮简单，把它打开，哦，这是一个包包，哇，啊，这个包包里面这还蛮做的蛮精致的哦，把它打开过来，里面哦有什么？这是充电组，充电模组。哦，充电模组里面它就有附2个电池。好，2盒电池。好，那加上今天的。把它拆开，这是插充电激活哈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充电孔，那是记忆孔哈，好的，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充电哦，然后来试看看喽。啊，那也非常期待各位，如果说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自己买回来玩看看啊，玩看看。啊，这是它的电池组啊，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开箱到这边啊。那是会在有一些飞行的啊那影片啊，再分享给大家啊，拜拜。